这也没有啊，这都防御力。侵略吧。来来来，我们这次用三角龙。不画。啊，因为我现在忘记怎么开赌盘了、啊，所以。哎，死人了！来猜是什么？我猜是那只艾德吧。你终于死了！你多活了43年呢、欸！天哪！啊，不是要开车啦。T。有恐龙等待回收。好啦，我们再孵化一只艾德龙吧。艾德，哇！不去其他岛吗？要啊，要啊，要啊！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让我享受完，因为现在钱很多，因为我这个岛任务都已经五星达成了，所以我享受一下。哎，怎么又一只死掉啦？谁啊？哦，又一只死掉。准备回收恐龙。他们要被拿去做牛排了。你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哦。所以又这样了。啊，可是怎么突然又暴增了？天啊！一定是没有打架。是谁嘞？周易又这样了，好。天青色丁小雨，哎、欸，怎么一直死掉啊？等一下哦，哪一只？哦，托运走了。真了解。天青色丁小雨，好，来跟阿杯打架吧。阿杯勾住，好吧，他已经在里面等好了，他已经蓄势待发了。阿杯送头，没有啊，我看到的是那个啊，天青色丁小雨啊。不会啦，阿杯不会送头啦。好啦，我们看完这个就走咯，去下一张地图了。好啦，已经等好了。要打架了，他在看空中。阿杯，你说出你的感想。干嘛靠近我？来赛前宣言一下，宣战，看一下对手。我有个哪一只啊？被吓到了。感染疾病 ？No， 谁？步步车，认真工作，射他！明白了。好啦，我们要去看看比赛。刚刚来了个新的合同啊！放羊一只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！我们要计时。啊，不会注射药物那些就是要花钱吧？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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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已经完成运输。
林小雨很凶哦！哦，阿贝冲了，阿贝冲了，阿贝冲了！哎，停屁哦！还会刹车的哦！林小雨撞他！哎哎哎哎哎！咬回去！哦，凶！哦，50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小雨撞他！林小雨撞啊！ 然后谁先呢？不，还有机会撞回去，不行。哦，哎、欸，有机会耶，好可惜哦。哦，阿贝又赢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好了好了。接货孔门回收申请。 怎么 PK 起来了？因为现在啊，我的星星又降了，又降了。这是哪里？哦，这个。然后派步步车过来。巡逻车，竞争工作。收到，未时处补充申请。 因为现在已经准备离开这张世界，这张地图啦，所以就先玩起来了。已开始运输。哎，我星星降了，加回来。加事情。看一下餐厅哈。 有时去另一岛太久回来的岛会发生一堆事，所以要常常回来，是不是？哇塞！哇塞！我死掉了！哈哈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如果刚刚打架打到一半，他因为好像心肌梗塞死掉，我会笑、欸。哎、欸，皮。 正在接收恐龙。哇，等一下阿贝应该还剩很久，看一下哦。嗯，对。哎、欸，会不会回错过去回来死一堆啊？天啊！对啊，准备咬下去的时候，突然心脏病发，然后躺在地上，我就，为什么？ 我觉得那什么假甲龙，我好像在想听过，谁的台忘记？钱不是什么鳞甲龙哦，上尾鳞甲龙。啊，好啦，钱不会再加了，啊，钱也不会再加了，因为恐龙太少嘛。 太少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华阳龙是放哪边啊？
有啊，我在想要多养一些了。我在这里。埃德蒙顿龙，这种恐龙是在加拿大的某个地方被发现的，埃塞是哪个地方呢？这种恐龙对霸王龙来说相当美味，而谁敢跟霸王龙争论呢？好了，我们要离开这张地图了。可爱的斗兽场。哎呀，怎么又死了？熬多久了？哦，刚好哎！天哪，这是怎么那么乖啊？前往回收恐龙。哎，死得太……三角龙。我想不到词了啊，不然呢？那死得很乖啊，没错啊。哎、欸，你在接他啊？赶快出来，赶快出来，会被撞哦。哎、欸，哦，你已经超过了，超过了，行行行行。为什么啦？准备说拜拜，就发生一堆事。啊、不就还好，不是我出去之后回来看到你们死一大堆，哎、欸，笑死哎、欸！之前都说什么？他就在我面前死去了，我没有好好珍惜他。啊，我刚刚忘记命名，可恶，被逃过了。哇，好会死哦！正在运送恐龙。神来妖，神来妖，神来妖。播广告。好，艾琳，可惜。艾琳，可惜差点。然后丁小雨被逃过一劫。艾琳。艾琳。零零零零零零零。艾琳呢？可惜，好，好、哦、算了，来不及了，是秀，以放出来为准啊！秀，居然吗？哇啦哇啦哇啦！存档。我快六点了哎、欸，那玩到六点哦。啊，因为晚上还有阿米狗。记得别的游戏翻译叫做"四棘龙"，棘龙。好，我们去。